国服是真会玩，一堆问题还没修，抽奖活动他又换花活了，69元三款皮肤自选。好，想太多了，这游戏还没黄呢。好，三款皮肤随机抽，至于自选，选的是想要英雄的位置，但只能选两个，中间这个只能随机，而且还非常良心的给你一个额外惊喜。我的妈，还有意外收获！但这个惊喜确实挺让人意外的，从概率表来看，大概率是快了8毛的抵扣券，像额外一款或两款皮肤，概率直接到个位数，免单券更是一下干到0.几，不用个几年寿命啊，根本不用想了，我这都算烧高香了，竟然抽到额外的皮肤。None is good。没错，这回又是传统异能，体验抽一次，而且每个大区都可以。虽然说好开不出已拥有，但上古时代的宝贝可依然存在，建议兄弟们深思熟虑再选择是否拿下。另外，本次抽20次，还100%送随机至臻，但活动抽取上限也设置到了20次。乍一想还挺有良心，不想让玩家上头都花钱，但深思熟虑之后，好家伙，不就是不想让副哥抽空奖池吗？而且这次还不包括T1跟限定。哎，果然还是聪明，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，思路不错呀。